第二点，关于画符，弟子除了是真佛行者，也是道教的，可以讲以道教道士为职业的人员。曾经得到画符灌顶后，弟子能应用师尊所传的符箓帮助信众吗？这不知如法乎？当然了，你得到师尊传的这个符箓，也得到画符灌顶，当然就可以画符帮助所有的众生了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很多人都得到画符灌顶啊，画符灌顶是要写在你这个画符的那一只手上，有一个勒令，就是说，然后再加持，表示你有这个画符的勒令，你就可以画符。